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举办的是我们的型男木器大考验。今天参赛选手就是嘉宏，还有樊青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宏。然后把左边胸部拉出来给大家看。高腰。现在那么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小提琴高手常轩。第一个，说出嘉宏最喜欢的偶像。三二一，张志豪。张志豪是棒球选手，中心兄弟中外野手。常轩最喜欢的女生罩杯，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的右手可以抓到一个罩杯，你想抓什么罩杯？三二一 ，X。这么大给你摸下去哦，高腰，高腰乱剪。常轩最喜欢的实况组，三二一，国栋。猜一下嘉宏最喜欢的健身选手，三二一，大 H。你跟大家一起交往，还有老婆，差不多就这样吧，结束了。口罩要戴好，注意防疫。最近开始疫情有变严重，尤其是北部的朋友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好，就这样。还有没有宣传什么？请大家都再多多支持我们团的作品，然后我们会放在片尾给大家听一下。对，他们这次推的新歌，我放一些片段在片尾啊，喜欢的话大家可以点链接过去看看。还有我的 IG， 你的 IG 也放在上面 ，gay gay 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就这样。他们的 IG 跟作品我都会放在链接，大家过去看看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